大家好，我是黄慧，欢迎收看《牙刷护照一起飞》。在这个崭新的节目里，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带一位新加坡的小朋友到国外去寄宿在当地人的家中，去学习他们的文化和感受他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来到中国云南的丽江，为我们打头阵的小朋友又会是谁呢？马上来看看吧。 一贤，一贤你好，我是黄慧。一贤，你是不是第一次来中国？是啊，我是第一次来。那你对这里的印象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的风景很美，然后他们的物质是非常特别。哇，那这几天你将会寄宿在陌生人的家中哦，你觉得你会适应吗？给我一点时间，可能我可以适应他们的环境。很棒，要有信心，那就是成功的开始。那既然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就来牙刷护照一起飞。 如果说丽江是人间天堂，一点也不为过。有800多年历史的大研古城，便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名城，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色比比皆是。在丽江里居住的族人叫做纳西族，而城里处处可见的便是纳西族独特的东巴文了。 古色古香的景致，加上特有的文化背景，是丽江成为旅游的好去处。虽然大批游客络绎不绝，但是古城里的人依然过着原有朴素的生活。而我们要寄宿的人家，便是道道地地的纳西族人。应该就是这间了。嗯，好，来敲门吧。 是，黄妈妈对吧？是，黄妈妈你好，我是黄慧。你好，黄妈妈你好，我是董一仙，今年11岁。欢迎你，欢迎你。这个是刘杜丽，刘杜丽，你自己介绍一下。你好，我是刘杜丽。你好，我是纳西族的。哦，你是纳西人。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杜丽很害羞，然后她的妈妈很热情的招待我。 我们会照顾他的，放心吧。不会，这几天就麻烦你喽。那他这几晚就会睡在哪张床啊？这里，他就睡这层床吧。会有点不一样。嗯，比较硬。为什么不放海绵垫？海绵垫对他的身体不利，意思是他那个硬，那个偏展一点嘛。 我们是那个农村人嘛，农村人要那个干活要有力气，所以睡在这个床上，那个偏窄一点，骨头硬一点，对吧？可以调整那个骨头，而且不会软绵绵的。虽然那房子空间不大，但是什么都有，吃的、睡的、用的都很齐全。 我们是这么一个小房间，睡椅在这里睡，吃椅在这里吃，看电视椅在这里看，你会习惯吗？会，肯定，你肯定会习惯。所以呢，在我们牙刷护照一起飞的这个节目里呢，只要放下牙刷，就代表呢你住进这个家庭里了。所以拿出你的牙刷来吧。好啊。来，以前你看这张凳子呢，就摆满了所有洗刷用品，你把牙刷放在这里就行了。 我已经把易贤安顿好了，那接下来会做什么东西呢？接下来我看一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买一点菜，我给你们做吃的，去菜市场买菜可以吗？好啊。那我们去买菜了啊，走。哎，妈妈，今天晚餐要准备什么菜啊？给你们做那个鸡豆凉粉，酸菜炒洋芋，还有爆炒鸡的，给你们好吗？ 鸡豆凉粉、酸菜炒洋芋，还有爆炒鸡肉。哦，好，哎，就在这里哦。啊，就在前面。古城里的菜市场货品齐全，种类繁多，左弯右拐的，没人带路还可能走失呢。丽江的菜市场比在新加坡看到的还大。 菜市场里面有很多摊位，空气中有非常多味道，很特别。我们这个叫做洋芋，
土豆，土豆也叫洋芋，就是土豆。那我们那呢？新加坡叫做马铃薯，马铃薯也说，土豆也说，土豆也说。好，所以原来呢，马铃薯也叫土豆，也叫洋芋。好，知道吗？买这个回去唱给你们吃。好。什么才知道是好的洋芋呢？滑溜一点的，没有痘痘的，那就好了。知道了吗？就跟脸一样哦。要选好的洋芋，就跟脸一样，滑滑的，没有痘痘，就是好的洋芋了。好了，走了，走吧。在市场中心还有屠宰场，看得逸仙非常的不自在。这是我第一次在市场里面看到活生生的动物，我觉得很恐怖也很恶心。这里是哪个？当我看到王妈妈拿起那只鸡的时候，我觉得很恶心，完全不敢去碰那只鸡。那你拿出来。不要，我不要拿。你连拿这个鸡都不敢了？啊，它的爪很恐怖。好，那没事，我拿。好。从菜市场买来的材料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那马上呢，我们就要来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餐了。那逸仙，你觉得你可以帮上王妈妈什么忙呢？切菜或者是洗菜？杀鸡。大考验。大考验啊！好，你加油，你行的。妈妈，我就把它交给你了，我就等着吃了哈。杜丽的家里和邻居们都是在走廊煮饭烧菜的。这样就不会让睡房里充满油烟味。两位小朋友看起来都很细心，一起联手下厨应该会有不错的火花吧。我觉得煮饭很好玩，我不但能够学习到东西，还能帮得上忙，同时也能跟杜丽多沟通多一些。我最喜欢炒酸菜洋芋，因为它的味道很香，然后颜色也很特别，炒的时候很有成就感。哎，逸仙，刚刚我们买鸡的时候，看你的样子好像很怕，哎，现在叫你砍鸡行吧？试试看哦。好嘞，勇气可嘉。好，动手吧。看来逸仙和杜丽的力道还是不够，还是得劳烦妈妈出手才行哦。事不宜迟，就不要再等了哦。热腾腾的菜，我们先开动吧。你要挑什么？你喜欢吃鸡肉的哪一个部位啊？我知道鸡头，你想试吗？不要。好啦好啦，那你要什么？我帮你找。我最喜欢吃鸡豆凉粉，因为它的配料很香，很好吃，多吃几口都不会腻。一整天也该是时候休息了。那两位小姑娘，你们要早点休息，明天早上要上学去哦。嗯，好，那王妈妈，我就把逸仙交给你了，我先告辞了，明天见。嗯，明天见。晚安。拜拜。拜拜。因为我在家里都自己有一张床，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和杜丽一起同用一张床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习惯，但是因为太累了，所以就睡着了。